喂喂喂 ，Hello， 喂喂喂喂喂喂喂 ，Hello， 等下我接头这边 ，Hello。有我跟你们讲，我刚刚超衰的。我刚刚要重开机，电脑一关，他告诉我说 Windows 在更新，啾咪，好更新，跑跑跑，更新完，好更新完，关机，关机完了，重开，重开之后呢，告诉你说 Windows 重新安装，安装完之后呢，啊又重新关机，然后又重新开机，啊开了机之后呢，网络不通，又重新关机，再开机，然后搞了搞了搞了，哦好 OK， 所以出来拖那么久，真是不好意思。这故事告诉我们，千万不可以开台，一定是开台前诅咒，所以我要收台咯。今天时光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再见，我爱大家，我爱大家，谢谢好兵，是这样吗？我爱大家嘞，对啊，我音背景音乐好像有点大声，大家的声音会不会太大声？嘿哟哟，我要出门了，唉。我要回去吃饭的。再见，哎、欸，你要吃饭，人家请你吃饭很好呢。我吃饭再开心一点吧。对啊，你跟我讲的好像你很哀怨。我要回加班的。加班的，好今后呢？等下再拍那个菜单名字给你们看啊，我觉得这次菜单名字应该会很好笑。什么很好笑？什么龙凤龙凤水晶之类的呢？龙凤水晶是就来就是一条鱼，这边龙凤水晶。没有，什么一条鱼，那太过分啦！就是用豆芽菜，然后在盘子上摆一个拼盘，摆一只龙跟摆一只凤，龙凤水晶。你看这菜名多吉祥啊！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啊，拜拜，拜拜。他全部都是切生鱼片，还会发金光。那有毒吧？那是有毒生鱼片吗？好，这样应该可以吧？好，耶、yeah, ，回到麦块的世界。哎、欸，旁边好像有点，这个拉过来一点，然后这个扩大一点，这样应该可以。OK， 啦啦啦啦啦，这里是哪里？我迷路了。我妈刚刚打电话过来，然后她就问我说要不要吃豆花。我跟她说好，所以等一下豆花可以吃。好会。岛灰加红豆的岛灰，哎、欸，其实我一直觉得啊，那种就是那种加大红豆的那种啊，我一直觉得那些看起来有点像，应该说不是看起来啊，因为我之前很爱吃大红豆，可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，他跟我讲过一句话，然后我就再也不太敢吃那个东西。他说：“你不觉得那个看起来很像煮烂的蟑螂蛋吗？”哦，我就不吃了。嗯，当你有一个朋友很好很好的朋友跟你讲说，你不觉得那很像煮熟的蟑螂蛋吗？你会觉得你会想吃呢？不会嘛？就算不是好的朋友，我也绝对不想吃。就算不是，就算不是很好的朋友，什么意思？因为只要有人讲到这个，就觉得没法吃。好吃呢？太可怕了！像那个红豆，就像是那个蟑螂蛋。对，而且他还跟你讲，就是那个金沙有没有、嗯？他说那个金沙一粒一粒的、啊，就好像虫卵哦。然后重点是没感觉，没有感觉。重点是真的金沙有出现过，就是里面有虫的新闻。Oh my god！ 哎、欸，对了，观众，我问你们一下哦，就是啊，我按那个，就是啊，你们看哦。这是我的猫，好了，不是这个问题了。就是啊，我现在有想要在这边盖一个很大很大间的澡堂，在前面的那块空地。那你们觉得要盖日式澡堂比较好，还是那种那边门口那边？要盖那种日式澡堂比较好，还是那种很大很大那种露天澡堂比较好？就前面这一大块空地是我的预定地，有没有插满火把的地方？这些都是我的预定地。
所以你们觉得要盖什么比较好？有烟囱那一种。有烟囱的那一种，会冒烟的那一种啊？就是有窗户的。有窗户有烟囱，那是露天吗？就是日本城市里面一般的澡堂。我不知道，我还在想这个问题。就是龙猫里面那个全家一起洗澡的那个画面就有烟囱，好吃。而且我跟你们讲哦，就是卡露露啊，他说这次就是简单化，他只有装逐梦的跟一些小插件而已，所以很好上手啦。这个是我们的水流收割机，叽叽。我可能还会再加装一些那个，反正我是尽量不影响游戏啦。没差啦，反正这些观众都 OK 的啦。因为会来想玩的没几个吧，我是想认真的，会来想玩应该没几个吧。嘿，嗯，晚安晚安，日式不太我附近，可是我觉得我很想干那种日式澡堂啊，因为你看他那个喵，你看他主mode有新增很多东西，那。我会很想很想，就是用那个，就是他也有盖新增很多那种日式澡堂用的东东，所以我想要盖日式的那种澡堂。写说会很不搭，我觉得还蛮搭的啊。你看这附近都是树林，树林间有一个神秘的澡堂，只要进去泡过之后，都会变成就是那样。喵。泡了之后会变成女生吗？会啊。你心动了吗？好像这似曾相识的剧情是什么？乱码二分之一。被发现哦！等一下我弄一下水流收割机。哗啦！出来啦！你们觉得很像吗？好烦哦！出来啦！有没有小锤饼干？小锤饼干，你看，你不觉得很像吗？哎，玩玩玩 ！OK 啊 ，OK 啊，我觉得那样 OK。哎、欸，吐司，你看我这实况画面，你看这马铃薯的颜色，然后你看这个流水下来，你不觉得很像那个什么马桶吗？大便，你自己看像不像大便？然后把它排到这个粪水沟，哎、欸，好像哦，超像大便。我不知道它这个模组为什么，就是它这材质包就是像大便。你们说的应该是大便模组吧？我不知道，好脏哦！哎呦，把大便吃掉了，我要把大便吃掉啦！超脏的。香香，什么香香？哎，我不要吃马，我没有要先吃马铃薯。我也要吃它。哎、欸，我妈妈回来了，我要去吃豆花，等我一下。我拿豆花。早会，早会。
好吃哎、欸。吃的小鬼。对啊。你有吃到大红豆吗？没有，我爸爸是都加小红豆，然后都是花生。小红豆也是啊。小红豆那不像啦，那没差啦。哎、欸，我按到什么？像吧，我觉得还好哎、欸。哎呦！哎哎哎，按不到，按不到！我真的觉得这个材质包的模组，为什么马铃薯看起来那么像扁扁呢、啊？那是马铃薯哦。那是马铃薯啊，不然你以为是什么？红萝卜吗？我以为是什么种子啊。哎呦，那是马铃薯！天哪！对，很像大便，对不对？他以前模组没这样的，他以前材质包模组还蛮正常。奇怪，怎么会变这样？那个作者一定觉得马铃薯像大便。我也这么觉得。没有，他应该是不知道我们会用流水收割，然后就很像马桶里面的大便，然后冲出来的感觉。马桶水溢出来了，马桶水溢出来了，跑出来了，那边跑出来了，出来了。我觉得作者大概没有想到我们会变这样吧。那我想到之前不是什么公厕上厕所就马桶、嗯、，Yeah， 然后隔壁的还在上，都跑不了，好可怜，那边就游过去，好恶心啊！嘿呀，好久不见，藤泽，哎，是藤泽吗？是我没有啦，我在开台。哦，没有，你没怎么样啊？你干嘛那么那么紧张？啊，他就想把 Skype 给挂。我跟你们讲，你们看像不像那个吐司？你看我实况画面，你看哦、喔，然后你看，哎、欸，按钮在哪边？等一下，哦，在这边。你看像不像？有很多大便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延迟？我要等一下。没有。你看，像不像？像不像？怎么延迟好久？没关系，慢慢看。像不像？一堆大便。一堆大便，你看超像，对不对？阿基拉什么？麒麟吗？我知道塔基拉好喝。所以我告诉你，这个世界，你看我把包包一打开，你看一个一个的大便，然后等一下我把大便烤熟，然后吃下去还可以一次补三个。你这样讲有没有害怕？烤大便正夯。这样子，你们有没有比较释怀一点？现在流行烤大便吗？烤大便，对，烤大便，一下可以补三个哦，三个扁扁。非常爽快。吃完之后口水清清。恶心。不是，这地图不是老皮住山洞的那张地图，这地图是卡鲁鲁先开一张新的给我们用，然后等我们后面看如何是要把以前的建筑物移过来，还是说我们要回到以前的世界？对啊，我换 skin， 你好聪明哦。对，这就是我的 skin， 苦力怕。便便实况组，嘿，刚刚什么叫便便实况组？哦，这个好好吃哦，这个豆花，吃起来像豆花，大便，吃起来像豆花啦。嗯，阿基拉光的意思，阿基拉是光吗？所以我以后看到你说妈，我看到那道光。不要去追寻那个光吗？就是那道光，是一个零的转移。没错，这是一个零的转移。很丑。你好啊，哈
他那个这个还蛮好看的，就是你看他哦 F 5嘛，你看他背后也是一只苦力怕，然后他侧脸也是一只苦力怕，所以我这只是跟苦力怕一样。我跟你讲，我最喜欢那种 TP 到别人旁边，然后去吓人家，人家以为是一只苦力怕，然后我又被 K 了。通常就是下场就是被揍，被软棒打死。对，不解释。豆花，两种意思不同，我不知道哎，反正都是可以看到那道光，对不对？嗯，好吃。天气这么冷，就想要吃这些的岛灰。我觉得我总有一天会被揍。家有猫啊，因为我养猫，你看啊，我也养喵喵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我养喵喵，这只就是我的猫，看这只就是我猫，喵，它不理我，看，还可以起来，坐下，起来，坐下。起来，坐下，起来，坐下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他可以起来，坐下。哎、欸，他注意看我，很好玩呢。你看，一直起来，一直坐下，一直起来，再坐下，好有趣哦。这只猫感到困惑。对，这只猫感到困惑。我主人到底对我做了什么？你在虐猫吗？我哪有虐啊？只好先打电话给动保团体。干嘛这样？我那有虐猫啊！你看卡鲁，你看还可以这样一直伸坐下，站起来，坐下，站起来，坐下，站起来，你会觉得很棒吗？你看他在看你。我记得我早上看到有人把猫吊起来。有那个用缰绳绑了一只野猫，可是那只野猫不见了。哎、欸，那这种家猫也可以吊起来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海猫没有说，我没有拿缰绳。那你吊看看。哎、欸，那要怎么吊啊？要拿缰绳。缰绳。怎么？突然想起之前闭关前最后一部影片，跟燕燕拍的那一部，哪一部啊？哦，你是戳猫屁屁的那一幕吗？戳猫屁屁。戳猫屁屁。很可爱。很可爱哎、欸。好像不能绑哎、欸，那是栅栏。而且，我给你们看哦、喔，我给你们看一个东西，你们看哦、喔，前面这个东西是泳装盖的，这是泥土墙，然后这是泳装盖的花。哎、欸，那一堆是谁放的啦？然后我们就说，你们不觉得这一栋建筑物看起来就很像是鲜花插在牛粪上吗？你不觉得很像吗，卡露露？那下面。为什么一堆火啊？我不知道谁弄的哦。是还有点蛮有点像。你不觉得像鲜花插在牛粪上吗？而且那还是那个有绿有点发霉绿绿的便便。你说小朋友创奇赛吗、嗯？对啊对啊对啊！哎、欸，他这样子的话，我就跳不上去了。这谁弄的啦？对啊，超像奇怪的建筑物。然后前面是我们去把地全部铲平，然后把它扩建变成就是树林区。然后树林区有很多羊咩咩，你看很多羊，你看。然后前面这个是海猫家，哎，过不去。这是海猫家啊，就这一只啦，可以用缰绳捆它，对它点右键，那只野猫，应该对它点右键吧？
没有啊，他脖子中，他中床。哎、欸，妈妈，你手上有一条线啦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有了。然后你再点一次右键，他那个缰绳就会放掉，就是他对着他点右键，那缰绳就会放掉。我要把它关。哎、欸，对，只能绑在栅栏上。对，他只能绑在栅栏上。没、欸，我没有那个、欸、梯子。梯子。楼梯用上不去啊。没有啊。他都把这打掉。没有，这里啊，这个。哦。上去看看。不要看我啊，上去。然后你就可以把绑在那边，然后它就跑不掉。可是好像距离太远，它就会失效，就是猫会消失，剩下扎那个缰绳。哎、欸，好了，欸、好了。你要干嘛？哎、欸，它怎么跑上去？它会乱跑。你看它。你一定要这样吗？你一定要这样吗？你在干嘛？早上挂根，要怎么把它挂更高？嗯，何必嘞？这跟那些飞天猪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我在想，再来还要装，要不要再装什么模式？我觉得现在就够用啦。有啊，有那个食物的，不是食物的，就是那个有很多花，然后很多作物的那个应该会装。啊，你想抓那个？对啊，那是食物模组吧？我忘了那叫什么哎、欸，反正它可以种一大堆超多东西的、啊。因为它里面有那个辣椒啊、葡萄啊，那是食物模组吧？那收集狂就是食物吧？收集狂应该会很喜欢。收集狂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你就不要把它吊那么高吗？等一下，我要怎么把它解掉？哎、啊，对着那箱子点右键看看。它不动。它好会跳、哦。想把它打掉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好了啊，僵尸啊，跑掉了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他把你的田踩坏了。没关系，给他踩，那个反正要收成。绑得上去吗？他被吊上去了啦！哎、欸，好了。好可怜哦，老师，你看啦。不是，你看，你太邪恶了，他太过分，不是我哦。你看，哎、欸，夏姐，你那边的猫是豹纹，那个是野生，豹纹是野生的，灰色只有野猫，只有野猫可以钓。那、我的家猫在下面，只有野猫可以钓啊，家猫不行。那、你在要干什么？我还在想，我不知道我到底要干什么。我是1.6.4。对啊，可是我到底要盖罗马浴场，还是要盖日式的澡堂？你不会两个一起盖吗？这是一个好主意耶、欸！可是那我要到底要先盖哪一个？不要在那边看着我啦，很恶心哎、欸！那我看你先盖日式的好了。那你要问茉莉啦，可是茉莉不知道跑哪去了。那就先盖罗马的。罗马的、哦，嗯。罗马就是一堆猛男呢、啊。现在盖到掉下来，那、你要盖在哪？我前面不是有一块空地？盖在你家门口。对啊，我们家门口啊，这边，然后我带你去前面这边。你盖回生存模式。就给你看，给你看，我盖在前面这块地。这个，这个前面的这块有没有看到？插满着火把的预定地。OK 啊，按你材质要用什么？罗马的话应该是石头吧，应该是石英砖吧。你要用到石英吗？还是说先用石头盖，再用石英转换？有办法转换吗？不知道。应该，那我们那这样应该。可是你要盖，可是你要盖石英的话，那你还要去地狱采集耶。走啊走啊，这不是有墓地了？哈，有墓地了。对啊，我说墓地地啦。我们，你让我去地狱哦、喔？对啊，你这会不会太过分啊？我们是黑曜石还没有6颗哎、欸，有6颗了吧？叫你下地狱，走啊！哎、啊，好好吃，都快吃完了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大哥哥，说走就走。哎、欸，我没有地狱门啊，你叫我去哪里？地狱门。啊，那我们
那我们就去找岩浆啊。有啊，下面有岩浆。筒子你放哪？啊？铁桶啊，不然我们要捞岩浆上来，还是？有啊，没有，我有带水啊，我只剩一罐一桶水。没有这个黑曜石要几颗啊？土司黑曜石要多少？黑曜石。地狱门。做成二乘三的就好，它大概十个就够了。啊，我去挖，我知道哪边有。我可是岩浆女王哎、欸，冲啊！你可以多挖几个。好难敲、哦。这边做那个附魔塔。好难敲，好啦，我多敲几个，我要找一张。冲啊！冲啊！岩浆我来啦！我要先做几把工具再过去。没关系，你慢来。冲啊！我记得这边。你的铁我就拿一些走了。你请请请，反正我现在在用鱼骨挖房，我很多素材了。可以啊，可以一点变成 1.6.4 啊，用登入器去改变就可以啊。嗯，我记得这个的最前面吧，好像是岩浆。冲啊！你看前面就一颗黑曜石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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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啊！这太过分了，这太过分了，这有点恶趣味哦。这恶趣味太浓厚了，倒水啦！嗯，再倒水。哇哇哇！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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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，哦，好了。你在干嘛？我在挖岩浆啊。欸、这不公平啦！哪有这回事？等一下，还有那么多岩浆的啦！等一下啦！你要死了吗？我在干嘛？不是，我要把那个岩浆堵住，结果把我手上的黑曜石又盖回去了。白挖了，白挖了，好烦哦、喔，好烦哦、喔，超烦的。好烦哦、喔，哪来那么多岩浆啦？黑曜石都是岩浆附近生成的。对啊，可是也不是这样吧？哇哇哇哇哇哇！哎、欸，夏姐，你的食物放哪？那个小麦箱旁边有一个那个小麦田旁边有一个小麦箱，你有没有看到？里面都是食物。好。啊，美虎才棒啦！点亮你的心，小棒棒。哎、欸，我的黑曜石就这样被岩浆吃掉了。哎、欸，很烦呢、欸。这些岩浆真的让人家感觉好好烦哦！哪有那么多岩浆的啦？